Hello， 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安迪游戏频道。今天周一晚上，我们来打打《全战三国》司马伟战役，从首播打到现在还没结束。不过呢，一个礼拜播一次也就差不多这样了。然后今天感觉有机会能把它完结吗？我也不确定。总之我们试试看。那明天的话呢，我记得我是可以优先玩战争机器的，所以明天看看能不能播。那战锤的新 DLC 的话，要看今天能不能收到 key。可是收到 key 或许也不能马上直播，好像一个保密协定的条款。所以今天我们先把这个战役打过吧。三国打过之后，再来看看下一个要玩什么好了。那感谢各位到场啊，安安 ，TG 安安啊，顶中汉安安。然后陈彦博安安，亚萨德利姆安安 ，Win John Hong 安安，烈火骑士安安啊，时间表上课时间表是晚上哦 ，OK， 上到这么晚哦，好吧，没关系啊，就有空再来看嘛，不然怎么办呢，对不对？将军颖安安啊，还有那个 Fish 安安。Jason 安安 ，Acer Shadow 安安，今天没有喝咖啡啊，晚上我不喝咖啡的，好吧 ？Lara 安安 ，NG 安安 ，Yuan Chen 安安，曾玉荣安安，张丁文安啊，战争机器五没错，就是战争机器五最新的那一代，因为它半价，它台湾区不知道台湾区还是亚洲区啊，就是半价，所以我就直接买了终极版，终极版的话就1100多块。然后可以提前4天玩，我就想说，不然玩看看好了。我也没玩过那个系列，故事我也不熟，但就玩看看嘛。首发游戏终极版卖1100多块，一般版卖800多块，我觉得很可以啊。以这种大作级的游戏的话 ，UK Wolf 安安啊，你先把 LO 打完是不是 ？OK，NDU 安安，两天没来了，有挂住你吗？你说挂猪是什么？你说把你挂在墙上吗？OK 啊，我都记得常来的观众啊，不要怕好不好 ？NDU， 像我们的 Hagashi 都没有出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干爹大大已经好几天失联了。小伟安安，再买是不是？张凌文，你们可以去看啊，在 Steam 上面 Gear 5 Gear 5 的价格，你们去看，800多块首发，怎么可能不买？就是逼你买啊！啊，已经买了是不是？这么快？我知道啦，我是说，我看得懂你说挂住的意思啊，我故意的。张浩威安安啊，章鱼哥的话，我后来自己又玩到了第一，就又过了30回合嘛，然后我发现我真的不能去打那个混沌呀，我30回合都在打混沌，我觉得真的不对，所以有观众说。留言告诉我说，还是不要打他比较好了。所以呢，我现在采取的策略就是不打他。然后我发现不打他果然好太多了。我一直去打混沌，他一直升，一直升，一直升，一直升。我已经打了20几队了，我不断的灭队，然后出来灭队，出来灭队，出来，然后这样一路撑到了140几回合，太扯了，太扯了。终极版就是多4天可以玩，还有 skin， 还有加倍券。大概这样吧。
因为 Fire 发售日不是明天，但是终极版可以提早四天，但它发售日我记得是写，它发售日是写10号还是11号吧，提前四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啊，啊反正我再看看。三国派系就那些，但是三国还是比较多人看啊，理论上还是比较多人看啊。小古猫安安啊，手机宝可梦，我最近还真的有在玩手机宝可梦欸，就换了一个手机之后跑得比较顺的，我就载回去玩一下，虽然说现在好一点点的啦，但是呀就是那种很休闲的游戏，反正就走在路上就看到想起来就拿出来抓两下，还可以有火箭队可以打。八王觉得还好，嗯，反正三国都还会持续一个礼拜一集啊，就是这样子，除非像是如果战锤的新 DLC 上的话，我应该会连续几天播战锤，就是打战役啊，就是其他节目可能就会挤掉了，我就是新游戏新 DLC 就会优先权，例如下一次假如三国又出新 DLC， 那三国又会占据那个礼拜的节目，那这一次的话应该就是战锤会先占据这一拜的节目，但要等我有办法正式直播再说，因为 CA 那边给出的条款是我们不能公布，我们会有一个期程的公布啦，所以我不能全部的东西就直接在频道放，不然我应该会被除名吧。宝可梦大师超难玩啊，我不喜欢玩那个太干了，我不想玩。你是说那个 Pokemon Master 吗？那个我不想玩了、啊，我玩了一下了，就放弃了。然后你说八王比较耐玩了、啊，我还想说你说八王还好是什么意思？你还有逆转裁判2000多块，没关系啊，你还没有玩都可以退款啊。Steam 是很人性化的。DA 工商没有，不是工商啊，我是 CA 的合作伙伴，但不是工商，他没有给我钱，所以我玩不好玩，我就说不好玩啊。你不然你去看我之前说那个王朝模式的那一片，我从来没有客气过啊，就不是，我就记得有人说什么。像这种拿提前的，就是会说好话，没有这回事啊！不好玩，我就说不好玩了、啊。红甲甲，打算玩谁哦？我想玩一些 YouTube 上面比较没有人玩的。我知道很多人想要看我玩司马亮，但是司马亮很多人玩的啊。你们觉得最少没看过的是谁啊？我想玩那个没有人玩过的，我不想玩就是大家都玩过的。虽然你们觉得司马亮好像很难，但我觉得再怎么难也没有章鱼哥难，章鱼哥还是最难的。章鱼哥超靠北耶，他的玩法超级不一样的，虽然没有看战锤应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那我们开始吧， Go Go Go， 114回合传奇，我军已兵临敌军城下，而敌军仍在做困兽，今天目标是想破台啊，此确实啊，希望可以啊，若是期延日久则难免落个两败俱伤，若延误战机待敌军援兵已至，我觉得难都是难在战役，不是难在战斗啊，就是这样。我只要觉得难的都是难在战役的玩法，不是战斗的玩法。干，你又遇到那种就很像。旷日持久，
则民众必生祸。就很像你今天玩三国，然后有一个派系是不占地的，就是这个派系不是要占地，而是要你到处去打，然后到处劫掠，然后你找了一个地方占领完之后，然后又有地方打你，然后你又被迫要去换一个地方住，就是玩起来会变得很跟你之前玩的派系不一样，然后你就会变得比较措手无助。所以我自己私下在玩的时候，现在的进度感觉好像还可以打，好像还可以打，我觉得好像又稳定下来了。那个混沌不要去理他的话，好像就好很多了。哦，我们上次要打这个真元嘛 ？OK。无心似火。没有，安迪难度这次很少了啦。我暂锤安迪难度很少。足下言语精妙。刚刚我是说章鱼哥那一次。我没有什么那个安迪难度。知己而不知彼，一胜一负，诸位要多加小心。拿起武器，司马爱、司马伦、司马炯，反正我想要玩一个是 YouTube 上面最少人玩的阵营，就不想再玩司马亮，司马亮太多人玩了。对安安啊，可是章鱼哥不是算游牧民族吗？章鱼哥他有那个黑色方舟，但是他却也给你港口加成的特性，所以其实很难说他到底是游牧还是。不过，我们现在玩三国啊，我应该会战锤那个进度，我应该会先打到一个把垃圾时间打完，然后我把过程跟各位报告一下，然后再继续玩。那个党应该是不会弃，我觉得应该还是能打的。披甲铁骑，准备就绪，看看三国多么亲和啊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要看一下这个齐国几兵，帅帅帅！还有啊，其实我也可能觉得有人不喜欢玩八，不喜欢看八王啊，但我是不确定啊。还是其实大家也觉得八王跟三国也没什么差，反正玩法也差不多。但是八王胜利比较快，说真的比较快，三国应该都打不到破关的，因为太久了。应该会先打新的 DLC 啊，我反正我之后再发投票好了，我看大家的意见有很多分歧。小雨安安啊，但要睡了是不是？怎么？等一下哦。好 ，OK。敌人援兵正在接近。好的，他们在等援兵，没关系。我是觉得八王比较好玩啊，确实啊，八王节奏比较快一点啊，三国节奏太慢了。如果要回去玩三国，我可能惯骂的，我觉得啦。不过再打一次八王好了吧。我想打一个八王比较没有人再打的派系，反正现在还有谁要玩 ECGO 安安啊。老实说战锤内容比较丰富，反正两个都会播啊，对不对？重点是现实就是三国比较多人看了。望 CH 安安，邱世明安安，看兵 scare， 我也才上传一集恐怖游戏而已啊，那叫什么？黑象级而已啊。注意
章鱼哥，战锤节奏其实很快，战锤节奏是慢在读取时间，是读取太久了，所以感觉会打很久。其实战锤打很快，只是那个读取时间完全不能比，那个是五倍的读取时间呢，我觉得可能还超过。节奏快慢是游玩者的主观感受，没有啊，就像是司马伟打到现在打了这么多个礼拜没有打完的话，就像很多战役打了十几集才打完的话，其实观众还是会看腻啊，因为我们并不是每天播啊，就是你一个礼拜播一次，一个礼拜播一次，那个热度会下降啊，你终究你会腻啊，所以你们不要不承认啊，会啊。IP 红当然是 IP 红的关系啊，但我说啦，就频道是需要营运的啊，我觉得我们频道的营运经费也不足以让我完全舍弃掉多人看的节目，就是在我喜欢玩的游戏范畴之内，我会挑大家喜欢看的，例如 XCOM 2大家反应热烈，那 XCOM 2就可能会继续打到它的天选者之战，然后再一路打到 Long War， 就会继续经营下去啊。可是没人看的，就是播完就差不多了。有现实面，我们还是要顾嘛，对不对？黑象棋其实真的还好啊，哎，不是，它是化学药剂啊。像我这样破梗会不会不好？对不对？黑象棋不是鬼啊，黑象棋不是鬼怪，它那一集是很正常的一个内容。就是讲的是很合理的一个的故事。没关系啊，反正各位应该没有人会买吧？不会有人因为看了我玩黑象棋买的吧？谁？对啊，你们都在这里了，你们早就知道了吧？看你这些家伙到底是……我投石机弹药都投一大堆了，你们还在走路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我丢这个。Long War 是 mod 啊 ，mod。Long War 是 mod。三国人骂的有什么好装的，我可能要再找一下了。不过八王还可以再开一次的，我觉得啦。哎，快来啊！对，就是这样。Nice， 我齐国，齐国弩兵跟弩兵射爆你，在雪地耶，爽爽的呢。XO 安安啊，连线，你一说黑象棋连线哦，我应该不会再直播那个了啊，可是周三我会再上一个首播的片，周三我会再上一个首播的片，就是黑象棋的，我跟一个妹子朋友连线，各位可以期待一下，我觉得连线玩有它的乐趣，我觉得连线玩它做的还可以，虽然说还是可以很多地方可以加强，但是我觉得整体而言不错的，我觉得。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？三国年底之前会有一个 DLC， 应该也还挺正常的，除非他们不想再做这个 DLC， 不想再做这个游戏了。不然其实三国这么红，它的扩展性还很高啊，不可能没道理它就不做了，那就很奇怪啊，应该要再做东西的。我警告你们这些电脑不要再偷偷的跟我单挑了，我警告你们。
这里嘞打得怎么样？我这里怎么好像也不行呢？欢迎帮忙，伟哥上啊！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伟哥行不行？有齐国起兵可以哦，站起来。伟哥也可以，伟哥也是硬的。这里赢了，胜利就在眼前，胜利近在咫尺。啊，三国打起来真是轻松，比较轻松。OK， 投石机继续砸他的弓箭手，然后这里过来，哎呦！哎，这里包夹他了。OK， 来，再来就是 OK。敌军四散而逃，到底是无胆鼠辈。好，这里都逃跑了，伟哥这边应该也还行，技能全开。撤退了，全部都撤退了，赢了。GG， GG 思密达。啊？齐国守卫啊，齐国弩兵啊，不要怀疑啊，为什么要怀疑我嘞？看一下写什么好不好？啊，齐国弩兵有没有看到？齐国卫兵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是齐楚联合战线。啊。搞清楚，我们是齐楚联合的啊！一代战锤三应该明年的事情了，而且明年会不会出都不知道。设宴摆席，妹子妹子呀，我就知道各位喜欢看妹子，所以我周三会丢一个，因为周三没有直播。没有直播嘛，所以我应该会丢一个片，不是啊，这样讲怪怪的，我会丢一个那个黑象棋的连线，因为也有人想看嘛，我就丢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连线的玩法，连线还蛮有趣的，我觉得。职责所在。投石机哦，我觉得这个投石机这样比较正常啊，那投石机打下去像爆炸一样，才不正常啊。啊，司马越是怎样？司马越为什么打我？他为什么敢打我 ？OK， 他夜间战斗我，而我应该也是不怕。他如果要打的话，哎、欸，又在乱讲话、啊、你们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这应该可以赢吧？我想想看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来吧，你要夜间战斗我没关系啊。差点差错过一周一次的三国，我们现在很多节目都一周一次而已啊，我们连新游戏都只有一周一次。一下课就来报道了，感谢你啊 ，potato， 我念 potato。反正历史题材有历史题材的魅力啦，我也不会说什么三国很难玩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好像很讨厌看三国，或是很讨厌三国，但实际上三国就是比战锤多人看，这就是现实啊，又不用太排斥这个历史作品，也没有人把三国做得更好的光荣，我是暂时没有期待啊，等他先出了再说吧。对、yeah, 啊，我有洛森海军，看一下，幕府三有可能会出吗？有可能啊，希望我死前还可以，希望我还玩得动 RTS 的时候，他有办法出。哦，大刀加苍龙军，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我喜欢。青龙弓手，准备射击。青龙弓手，请下命令，时机已至，准备就绪。OK， 来。起兵准备。一、
等一下啊、哦！青龙军听令，顽强不屈，骑兵听令，骑兵听令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青龙军，快！东方之龙，东方之龙，鼓起勇气，准备好了。端田弩箭，鼓起勇气。人呢 ？BTN C 安安呢？我说讨厌三国的人是全战粉丝吗？全战粉丝就会很讨厌三国啊。确实啊，就比例可能不多，但是发出声音的人比较多、啊。火天李安安啊，因为全战系列一直以来都是小众啊，然后突然来了一个烂大街的 IP 之后，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就觉得不能接受啊，就故意要找一些缺点去编他。可是我觉得三国也做得不错、啊，就没有特别糟啊，就何必呢？对不对？大家都是全军破敌家族，去死吧！言辞粗鄙，我当原样奉还。哦妖嘞，右边那么多人。我先挡一下。速速前进，快速前进！吓贼狼呢？抓紧，加快速度，准备放箭，准备开战！全战粉丝超吹捧幕府的、啊，赶快，不要怕、啊。似乎很是吃力，需要帮手。愿汝之刀锋抵御汝之唇舌吧！快快快！友军正在遭受攻击，骑兵在此，请下命令，先杀，剑甲不留，无恙无情，扑灭敌军，举起长矛，剑甲不留，快跑！注意，准备，尽情厮杀，跑起来，加快脚步，快点，万箭齐发。等下，我的苍龙军被射得好痛啊！准备，青龙攻守，准备射击。怎么苍龙军怎么感觉有点废啊？敌众溃不成军，顽强不屈，挺住！敌将受手。哎、欸，我苍龙军直接一对解体耶，什么鬼？这是什么？徐州勇士啊！鼓起勇气！准备发射，箭矢准备。中间要被捅穿了吗？青龙弓手准备射击，尽情厮杀！我军士兵正在四散而逃，杀呀！杀！杀呀！看，鼓起勇气，拿回避，杀！动作快点！唐王兵，骑兵听令！快快快！准备射击，射击！做好准备，弩手在此，鼓起勇气，赶快赶快！水胜万物，水胜万物！唐军敌军四散而逃 ，OK， 到底是吾胆鼠辈，杀呀！嗯，因为夜战的关系吗？速速前进，有点硬啊！在，毛兵来我身边，进军，杀！往前顶，往前顶！放箭。注意，加快脚步，不要留情。冲啊！准备好了，进攻！做好准备，在。哇，他们士气很高昂哎！不开玩笑的。快点，加快速度！准备好了，诛灭敌军！八十车准备。有点硬哦。鼓起勇气！战斗会让你厌烦吗？如也就这点能耐。何不再努力一把？加快速度！我将领要不要切死？我军士兵丢盔弃甲，真懦夫也！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速度前进！
在此。闪现，射杀敌军。注意，快跑！片甲不留。加速前进。哦呦！不要留情。好强哦！准备就绪。那军队怎么变那么硬啊？准备好了，进攻！投下来，杀呀！准备就绪，加快速度，快快快！挺住！我方一支部队悉数阵亡，无人生还。这些到底是啥小？怎么那么硬？逃兵准备。没道理啊！屠灭敌军。准备弩箭，杀光敌军。动作快点！军士被砍跑了。时机已至，加速行进，动作快点。啊，这里被砍跑了，赶快回去帮忙。放箭！杀！弩手在此，顽强不屈。动弩兵，快点射死他！我投石机还有弹药哎。把将领抄掉。那一队打的是有点惊险，但是感觉应该还是稳的。四散而逃。好，可以。到底是无胆鼠辈。动弩兵弩，打这里。做好准备。准备开战，加快脚步，加回避，拉出来，红将打，连弩兵射死他。我操，他冲进来了！时机已至，赶快加快！没关系，注意，在，好，这里，挺住，进攻！好，没有问题。敌军士兵正在溃逃。狙击一场，但黄将好像是永不撤退的样子。顽强不屈，稍等，尽情厮杀。OK， 快点，稳了。准备就绪。228杀，敌将已被我军斩了。快点，在。我在看你们刚刚在讲什么。加快速度。三国垃圾时间太长了。阿姆西。离胜利又近了一步。阿姆西好像都找漏洞在玩，没错啊。他玩的他比较娱乐向啊。啊，我说娱乐向本来就比较好经营啊。速前进，快快快！你看他，你看他的，他做那个，他在做那个什么？DLC 的那个新的战锤 DLC 的时候，他那个影片直接就是官方的影片丢上去，然后讲两句话，然后观看就比我认真做的还多。那你觉得我认真做的意义是什么？我认真做的意义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看那种内容啊。起兵起，这就是现实啊。贼众溃不成军。血战产胜，是啊，血战产胜。影子跟到了，安安。我们啊，宴席，欢呼庆祝吧。他的技术还不错吧？还好啊。当初解说那个对战的时候，我还是比他强啊，这是他们那边观众自己也认可的、啊、我是他们全部里面讲对战里面解说最好的，所以才会都会邀请我去讲、啊、他们比赛的时候都会邀请我、啊、他们这次也有邀请我去讲三国的对战啊，但是我跟他们讲说我不喜欢三国的对战，所以我不想参加这个三国的解说，我不喜欢玩，我就不想参加。比他强吗？是啊，我比他强啊，怎么了？对战论技术来讲，是啊，我是有自信啊。啊，他就是
就跟讲他就是做娱乐向的，我是做认真向的，本来就不一样啊。没有要比什么啊，就是你喜欢看他的就去看啊，喜欢看我就来看啊，就这么简单而已啊。改这里，准备行动。他技术不差，绝对比大部分人强啊，我敢说是这样啊。只要有办法打个传奇，还有办法在那边弄东弄西的，那他技术肯定不差啊，我绝对不会说他是新手啊，他绝对是老手等级啊。拿起武器，对吧？这里啊，看司马越东海王，嗯，中单都掉了。你们也可以都看啊，所以我只是在讲说，那个频道的属性会影响观看的重，就是观看的大数嘛。就是我，快去！你认真做节目，没有人那么喜欢认真钻研游戏啊，对不对？那他只需要把影片丢上去，然后讲两句话，那观看就会比认真做的还多。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。为什么我要这么认真做？就是这种感觉啊！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，就是大家都在做影片的，然后你有时候做到那种很累的时候，然后你又看到这种情况，你就真的干。我觉得我到底干嘛？我为什么要做那么辛苦？就都会有这种感觉啊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在针对他啦，我是说都是这样子啊，所以才会那么多没营养的节目啊。为什么最后 YouTube 的节目都会变成很没有营养？因为大家喜欢看没有营养的节目，对不对？你们下班就很累啦，你们为什么要看那么认真的节目？对吧？试一下我们的激情。那这边可以冲出去。成天所。我哪有深夜台翻车的？翻车是有啦。我不脏啊，我很健全欸。受骑。What？ 随我来。而且老实说，他在大陆那边的粉丝已经是十几万起跳的。他其实我跟他也没什么比啊。他在大陆那边粉丝本来就已经 B 站粉丝就已经十几万了。他本来就是一个大的直播主了，我就小小一个而已啊，本来就没得跟他比啊。那是因为他来 YouTube， 所以其实观看比较没有那么好。今天不行，这比不了。我来看一下我现在怎么打哈。上面又来一坨。尤其是司马勇怎么又来了？啊，司马勇怎么一直来？我是应该把陈俊打下来的。拿起武器，烈火燎原。我看这里没有人啊，皇帝我拿了。大砍刀，哪里有大砍刀？对啊，我就想说战役，想说就解说看看这样。我抢到皇帝嘞，然后呢？我抢到皇帝，然后嘞，皇帝呢？那皇帝嘞？他跑去哪了？我要怎么控制他？他人呢？首都是不是？我首都在哪？我首都在这里。那这么偏远？哇！他是怎样？传送门哦，直接回来是怎样？也太快了吧！等一下哦。我先把经济搞一下，他突然就回来了，吓到我了。红叶死，让他们，先去洛阳干嘛？没有差，上庸蛮安全的，上庸很内陆他们又打不到。只是我要，所以呢，他在这边什么意思？
我不是应该要可以摄政或者是称王之类的吗？这已经不能用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文明中王的时候才可以用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吧，那算了，反正我已经控制了。控制的话，我觉得我有需要再打东海王吗？是不是不需要啊？我看一下啊。对，东海王还是要打啊，我要占地啊，我要占更多的郡县，所以我还是要继续打。打起精神来。OK， 这一次不要升这个。怎么会扣这么多士族支持？靠背哦，疯了是不是？嗯 ，OK， 这样不行。这边还有一对，威加海内，乱世随定。我看啊，这里打不到，那、啊、我已经要过去了。嗯，一往无前。再等一回合嘛。心有所欲，引而导之。小玉。小玉那有点极端的啦，你们提到小玉这个例子就有点极端的，就是他已经不是在这些搞笑的范围之内，他已经是非常偏激的不正常了，就是那种片已经不能称为正常的搞笑之类的轻松片了。我说的是那种一般的那种，反正就是搞笑频道，不是说搞笑，是比较休闲的频道，就是我随意玩。然后重点就是我讲干话，然后我的频道可能也不是真的很专业，可是玩起来就感觉特别的白痴。那这种频道会比较好经营啊，这我是一定承认的。深谋远虑，剑锋出鞘，攻其不备，正在行进。我他妈的，准备伏击，我看能不能伏到他们两个小王八。我看一直骂直播是什么东西。什么叫不看一直骂直播？什么东西会一直骂？有什么直播一直骂的吗？恪守职责。骂什么？我要去站上面啦。澄清四海。我要站。大晋要打一打、啊。我现在声望多少了？893，差100而已啊。我只要跟大家停战，我就会加75的声望了，所以感觉今天是非常的有机会可以赢啊。应该吧。嗯，张家兄弟啊，张家兄弟那个就比较正常的娱乐项了啊，就他后来拍那种 vlog 那种形式的话，就比较是休闲类的、啊，偶尔有些题材我有兴趣的我也会看啊，我不敢说我是完全不看那些东西的人，但是我知道那些东西是比较吸引人看的，这是我绝对是赞同的，好吧？我不会说什么哦，那种频道我告诉你绝对没营养，我这人是完全不接受的。没有没有，我没有那么 gay 白，好吧？我这人没有那么 gay 白。偶尔我也是会看，所以我了解这种节目在 YouTube 上面是有多么受欢迎。应该说媒体圈就一定会比较容易受欢迎。还是贸易赚钱快。还是贸易赚钱快。司马懿提议协助我方对抗曹奂。啊？他自动要跟我帮我打曹奂是什么意思？不用啊，我自己来就好了吧。不用你，不用。我们可以谈点别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用，你不用来帮我。还以为你会感恩，你乖乖做好你的事情就好。曹奂我自己来。若非两败俱伤，我方才不会议和。司马炯向我方进行同盟议和 ，What the fuck？ 当然好啊。对话结束了。司马炯想开啦。咱们齐楚联合，本来就是一家亲啊。终于想开啦，那我就把东海王打爆啦。还有这个司马炯跑进来了。Holy shit， 就这样。OK， 嗯，这不能打，这打不赢。我都残兵败将，他一定会攻我城，攻我城就送他。没穿，
没穿，你是说做那个 Auto Tune 的那个洗脑影片的那个吗？我有看到啊 ，YouTube 都会推啊。平易，哦，那个忘记了，等一下我再按吧。目前没有人看过人玩元素哦，真假的？恩安安啊，感谢到场。讲话的人有点多，可能没办法每一句都回到，不好意思，太多人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精灵取向啊，两者皆非，材质为重，广受好评，又加声望。我等下会不会突然就赢了？剩下97的声望我就赢了，太好了。然后他刚刚把我什么城给打走了？哎，他刚刚打我哪一座城啊？哦，陈俊，哇，他打回来了。悉听尊便。对，好，那么我要回去了。全军注意，我军必胜，我军必胜，恢复原样，目标明确。不可能这样做。等一下，司马伦要吗？司马伦不是应该要跟我一起打司马炎吗？不，又是你这厮。号召陈蜀与司马炎作战呢、啊？备好兵马，受死吧！呀，就是这样。夏雾弥漫，阴晦难知。司马越解放司马炎，司马越不想管他的陈蜀了，真可怜。那我就没办法了。足下有何贵干？来，帮我打他，谢谢。这样行。说话小心点。都升城池就晋级了。好像也没加那么多吧。是可以，但是我的粮食不够，有点危险。我用打就好了吧。这个破后台终于有用了，什么鬼？韩国练机无双的骂的。干，来啊，凑一点啊。不可能这样做。在哪里？贴到群组啊！妈的！一统天下。凑一点，凑起来。不，打起精神来。正在行进，准备伏击。扶他。杀呀！但是我农场。遍天下。等一下。今天不会又要买边缘点了吧？我军必胜，此城归我军所有了。开战！路径明晰，这样行不通。这一两队，然后。接下来升什么好？不取维持费，但是不用了。外交关系加5也不需要，就这个吧。卫少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间谍在干嘛呢？污蔑势力不能用啊！建立一个卧底王。哎，军事叛变好像没有什么意义。等一下，下面怎么有一个大镜？不行。哦，这我自己的间谍，靠北，都已经残血。司马越这里，等一下哦，司马越这里的话，我在这里看到啊，这里不行。可是军事叛变就只有他自己一队而已，也没什么用啊。下毒吗？
秦牧，我试试看下毒好了。最大安迪赌场，没错啊，就是给你们玩的啊。我下两次毒，好像有扣血啦，只是扣很少啊，很可怜。如果你们发现 YouTube 有一些影片你们不想看，你就点那个不感兴趣，不要再推荐给我，它就再也不会出现了。对，这是一个好方法。我经常用啊，那个功能我还蛮常用的。它有时候会推一些我看的就很北蓝、很堵烂的影片，我就直接拒绝，再也不要发给我了。然后那个看得很烦，讨厌。向世人宣告我军大业。升级，钱多多 ，Mr. 钱多多，饭也多多，麦粮麦多多，这里明星也扣很多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汝南为什么扣那么多明星？还有被打吗？地方部队，什么鬼？因为你啊，不想，我先去打曹奂呢。释放怒火吧，陈雷王嘛！你按过还是会出现。我的频道怎么都不这样？我的频道怎么都不推送 ？YouTube 不帮我这样推送？先收下来。啊！我的频道怎么都没有这样疯狂的推送给大家知道？我的频道可怜到就算是订阅者都还会收不到讯息，真他妈的！廷义开过了、欸，其实上次就开过了，所以也不能用了。对，系统没办法看就没办法看了，我真的也没办法，就是不是我能决定的。我最近有些影片也会被黄标啊，但是都可以申诉啊。就是最近有一些影片不知道为什么他莫名其妙就判他是黄标，然后我就要去申诉，虽然很快啊，大概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搞定，就觉得比较烦而已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里怎么会有人？干嘛公开玩笑是不是？啊，主军队在这边挡他，好悲哦！为什么这边会有人？他、啊、为什么背叛我？妈的，我人很多、哦，要惹我是不是？心如止水，气聚神凝，秩序井然。我要招一个大胡子，招大胡子一定很强。这个大胡子看起来就是非同小可的货色，然后再招一个前锋吧，忘记龙，打起精神来。有话直说。好啦，直接上最高档单位啦，这已经是舒服阶段。那这里就看看哦，一等的话好像什么都不太能招哎，就青龙军好了，对啊，白龙军，然后这个就换成，怎么只有白龙军比较好用？弓骑兵可以换重型弓骑兵啊，这个可以换成 A 龙军。然后一个弩兵，就这样。聚气凝神。我钱那么多，随便招。OK， 应该就这样吧。待回合，怎么？
哎呀，小伦伦帮我打人嘞呀，舒服。这次真的是小伦伦呢，太棒啦，各位，小伦伦帮我打人啊，打爆司马勇。没良心的百货公司，那是什么？没关系啊，我反正我说真的啦，相持下去了。好，议和，好啊，你同意了，我同意啦。反正我说真的，做频道啊，怎么讲？你没有兴趣，真的做不下去。我说真的，我今天如果为了流量，然后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影片，我真的连剪片我都觉得很痛苦，我觉得真的很痛苦，就很累。我连剪那些，我光上个字幕我都觉得很累的。你更不要说，如果那个是我不想做的节目，然后我还要花时间去上字幕，然后去剪辑，我是真的做不来啊。应该可以收了这轮吧，可以吧？不败铁矿，西北方怪怪的，就那个长月王啊，就去挡他吧。骑兵注意！哦，他们还，而且他们还在同一个方向哎，我赢定了。骑兵就绪，停住！骑兵上马！那么好的吗？那么好的吗？但我没有工兵哦。做好准备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枪兵顶前面就对了。准备长矛，准备长矛。OK, just do that。骑兵听命，当心，这是敌人设下的圈套。小红安啊，感谢到场啊！小红也是我们频道的大会最大会员，也是我们的基友方案，感谢。目前频道就两个基友方案，非常感谢支持。对啊，有人直播讯息也没跟到，对不对？就是他还是会不推送给订阅者啊，超靠北啦、啊！你就问 YouTube 在搞什么东西，就已经订阅频道了，大家为什么他不推送讯息？这是在搞什么东西？我都开台了，然后还有人收不到。我自己也有一些订阅频道也会这样啊，就是我有订阅啊，结果他开台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他妈看不到？哎，有校尉骑兵哎，好屌啊！还想追我嘞？开玩笑的。杀光敌军！准备好了，赶快，不要留情！马军准备。他真的死命的去追。起手就绪，快！准备就绪，马军听令。我说开小铃铛也不会有几人会开啊，说真的。我提醒了这件事情，我觉得那个成效超差的，就是即便我去提醒了，但是也不会有几个人开啊。我可以看到底有多少订阅者有开那个小铃铛，大概就4%到5%而已吧，平均好像8%到10%几%还20%，我都忘记了，10%吧，10几%吧，就很多了，平均好像就也不高啊。很少人会按那个啊，不太有人喜欢被吵吧。加快速度，速速前进，我军士卒仓皇逃命。我真乃丧家之犬，时机已至，剑出鞘，看剑，骑兵听命，加速前进，准备好冲锋了吗？现在弓箭，现在箭塔这伤害真的很可悲啊！说真的，加快脚步，
脚步，速速前进，快跑，尽情厮杀！冯峰，我军士兵正在四散而逃。哎，该不会要大一波了吧？不会吧？两个将领没有那么强吧？这有别的门，什么别的门？没有别的门啊。没关系，我们死守这里吧。奇怪，外面竟然输成这样。哼，我把他拉过来好了，我觉得这样不行。难道这两个人攻击力很高？也没有啊，顶着吧。鼓起勇气，箭塔慢慢射，应该还是可以吧。注意，杀光敌军，敌军加速前进，跑起来。好像箭塔射到都不会死的，就是要射好几箭才会死。这个攻击力真的是下修了很多。二四六八安安啊，等等准备上班，辛苦辛苦。先暂停一下 ，OK。会不会败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努力打看看，就有点危险。我已经拉到两个箭塔范围之内了，就好像还是有点慢。骑兵何在？冲啊！而且为什么这个将军杀不死啊？打死他的将军就赢了。啊、终于，对，无胆鼠辈，感谢，尽情厮杀，抵住这个口就对了。马军听令，加快速度，校尉不能崩，速速前进。谢谢，箭矢听命，校尉不要崩就还可以。反正箭塔射到都不太死了，你看，一个，你看没事。两个没有没死，三你看射了这么多箭还没有倒一个，这攻击力差超多的。应该说这才是箭塔应该要有的强度。我一开始玩三国的时候，我如果有人跟过，一开始有跟台，应该会记得我说过一句话，就是干这箭塔太强了吧，一定会被削弱。然后就有那时候。就有一些玩家在那边呛我说是我自己不会打，还在那边说一些干话，结果嘞直接削弱了，真他妈好笑。然后那些人现在也都不在了，对不对？妈的干话最会讲，我就说那个箭塔这样根本就不行，好不好？正常就是这个强度就够了，你他妈箭塔搞得跟炮塔一样，那种鬼箭兵就位，加速前进，箭兵跟骑兵砍，然后还有箭塔。对啊，有人记得吗？我就在实况中，然后我说这个箭塔这样子不行，太强了，一定会被削弱。然后妈的，没有人，那时候一堆人在那边给我狗话一堆。做好准备，砍翻他们。还竟然说是我自己技术不好啊！用狗话说出来。抛弃耶，妹子脸大叔声音有吗？有这种东西啊？骑兵听命，还好啦，我的校尉还顶住，持刀步兵校尉还顶住，感觉还是有人打了。希望不要撤退，干，怎么在闪呢？不要哦。哎、欸，这守不住就真的丢脸了。准备作战，杀！哎、欸，撤退了耶！完了，我士气要先崩。他们这两队士气这么高昂，我军士卒仓皇逃命，输了，真乃丧家之犬。我校尉在扣血是没错啊，但是不应该是这样啊。
的区区区区朝换而已也敢嚣张，而且你还不敢占领陈雷王，这也打，这又是他妈杀小地方安定农场。哦哦，我想起来这个地方了，这个是西凉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再打回去，但是我的粮食好像会扣光，可能不应该全部拉出去啦，就刚刚打得太奔放。间谍忠诚度动摇，匡飞啊，他被司马懿给、他已经被司马威给那个了吗？竟然啊，算了，你要他就拿去吧，我也没查那个，没查那个间谍，他真的很想要就拿走啊，我真的。出发。长月王等一下再对付他，那个不重要，小人物为。悉听尊便。我先把这边大境打一打，然后再对付他这个。What？ 这边在围我的城。不辱使命。不可能定，有话快说。我等定会同仇敌忾。没关系啊，他喜欢打我，找司马伦打你啊。司马越解放司马佑。哦，那我现在可以跟他议和了吧？哎，我可以跟他议和了耶。我就想说，他这么有那个武器的吗？对不对？司马越现在一个一个城署都放开了，不敢再帮他们了，小废物。向前进军，我军必胜。明天如果战争机器上的话 ，XCOM 就会延后哦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个没办法，新游戏一定要先播，这个是频道目前没办法的，因为呀。营运，我一直说这句话。频道的经费还是需要有人，才有办法做起来。遵命。所以这里为什么会有陈雷？你如果在这里，灭了吧，好话应该就没了吧。我军必胜。随我来。呀，曹岸覆灭了。他刚刚已经算是孤注一掷的过来打我的铁矿了。然后这边还有大境，没有、啊，就没有城了，所以他就过来自杀了。坚定不移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就直接把他那个畜牧农场拿了啦，就直接冲上去围殴了吧？应该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向前推进。两个人打你，血战惨胜而已吧。正义必胜，我等应。还有人知道是唱歌的那个？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也算是蛮老派的。王信，主角。汉贼何当落得此下场？我们可养不起他们。还有人知道谁是陈雷呢？遵命。扫平天下，向前进军。不。快点！看一下这里要点什么？凤凰之火。万万不可！我记得我没有什么刀可以让他们拿的。此地人口众多，熙熙攘攘。此地人口众多，熙熙攘攘。大胡子给你穿这个，然后给你随从，给你书，给你一把剑。我剩下的配给已经不多了，我只能给你们这么多了，真的没东西了。
我什么年份？我才30而已啊，怎么了？难道30已经是很老了吗？给我看一下谁没动过，应该都动过啦。然后多少了？917哦。那我们还跟几个人在宣战，反正我要把司马越打一打嘛。然后我要把另一个任务给解了，我看一下是哪一个任务？开疆辟土嘛，要控制15个郡，所以我得再控制3个郡，控制3个郡，所以我安定要打回来，朔方也要打回来。对，所以长月王是必死的，武威也要打回来。OK， 那就这边的大军要处理一下。好，下一回合。小宝活着的年代是谁？什么是小宝？陈雷太有喜感。西凉议和没有要议和啊。我要控制郡县的，我当然是尽量能打的我都打、啊，而且是东海王的，你看人还很多，大晋人也还很多，你看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我血战惨胜，我实在是不想跟你打、欸。这次是我们冲过头了，血战惨胜，但我觉得打得不合算啊，我会死部队，他不会死部队。张雨生不会对你造成威胁。张雨生过世的那个时候，其实。好像事件还蛮大的啊。我方认为，我记得那时候新闻一直在报啊，那个年代，那个时候我还知道。1997年，我是几岁来着啊？虽然好像小学而已，但是我很记得新闻一直有在报那件事情。公序孟俗也忠诚度动摇了。啊？你也忠诚度动摇了？怎么会这样？间谍招待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怎么被抓走了呢？我真的没有想到啊。夜间战斗，然后1997你才1岁，正常啦，就是这样啦。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，而且出社会之后，时间就过得更快了。你就觉得，哎呦，怎么老了？心怀怒火，奋勇杀敌。我也觉得，我也才刚工作没多久啊。闪一下 ，L O L 一下。我军如有天助，气焰大胜。我军如有天助，气焰大胜。就当我便宜你们了。慕容化招募，讨平乱贼，澄清四海，全力奋战，则战无不胜。田杰文遭刺，干！我杀死自己的剑。我又再次杀死自己的间谍了、哦、正气如火，熊熊不息。乱军终于得以平息。他可不可以做一个功能，就是如果你杀到的是间谍，然后提醒一下你现在是在打你自己的间谍，你要不要请求他回来？他可以提示一下吗？你知道他在那个面板上面画了一个眼睛有多难注意到吗？这个一不小心就砍下去了、欸、哦，真是北蓝，怎么他们都会想一些奇怪的 UI 界面啊，气死人。打起精神来，我军所向披靡，准备伏击。威加海内，乱世随定。
妈的！好啦，张丁文，拜拜啦，晚安。感谢到场啊。嗯，跟大家讲一下。哦。诸位猛士，随我征战，齐心协力。可以讲啊，是可以讲啊，有很多功能都可以建议，没错啊。他们确实有些会听，但是那个时间都很久啊。开发游戏就是这样啊，没有办法什么讲了之后，隔天下一次改版配曲就做了，很少会有这种情况，通常都要等很久。哎，唯有扫清六合，天下才能平定。OK， 这里应该等下就可以打了。然后这里有人升级了，谁啊？夏许。嗯 ，Xcom 2一直闪退，一代战争机器哦，好啊，反正明天如果能玩我就播啊，如果他还不能玩的话，就再说了，就再看看吧，因为我记得应该是我应该是可以提早玩才对啊。看一下啊，我靠妈，这一队怎么可以冲这么远啊，好屌啊！等下好，他是不是打我扬州啊？烈火燎原，这队可以冲超远的，夜间战斗啊！我跟你玩游戏的。成天锁住，我军必胜。从后面切开你的队伍，你想看看一场被训练成哪样子？随我来。啊，没有啊，就新游戏会先播吧。假如有新游戏的话，反正那个周日是调度游戏的时间啊。通常这周如果没办法播节目，都会移到周日之类的，所以也不用太担心啊。大不了是晚点一点点，晚一点点时间看你，这也还好。拿起武器，啊，挫其睿智。皇城可以打吗？可以耶。钢铁雄心我不会玩的。乃是大义之胜。钢铁雄心已经一堆人在玩了，轮不到，不需要我再去玩了。我军势力得以扩张。没粮食喽，没粮食就来抽税喽。剩30的声望，所以我只要跟大家议和不就赢了？你们觉得呢？我好像要赢了呢。哎，不对啊，为什么我不能跟那个东海皇议和？坐下谈谈吧。可以啊，欸，我跟他议和，然后再跟长六王议和，好像就赢了耶。这样行，我可没心情。不要，我再打一回合，我稳一点好了，不要乱投降，稳一点好了。我知道石基城啊，因为石基城声望加蛮多的啊，所以我站下来就没打算拆掉了。可以啦，可是现在结束了要干嘛？还剩一个小时，玩点别的游戏哦。伏击成功，舒服哦。司马威长相变了，司马威长相没变吧？抬杠。我们台是会有人想留下来抬杠的程度吗？快去！讨平乱贼，澄清四海。线上对战，线上对战，我只打战锤啊，也可以啊。若我军还能再战，定当打个鱼死。真是愚蠢的抉择。没，大晋他也不会同盟，就是。快撤！他好像不会跟大晋好像不跟我同盟，不跟我议和，所以好像也不行。大晋还很硬，他现在大晋是硬起来的状态，所以继续章鱼哥间接招刺啊，算了，随便。这是谁啊？这是都不知道是谁，武将已经多到不知道谁是谁了。该当如此。他抛的什么东西？开战！对啊，我这样应该打得赢他。
关键一胜吧。耶，吐。摆设宴席，欢呼庆祝吧。Neko Pala 我没有买啊，那种文字游戏我实在是玩不太习惯的。随我来，快去。哪个会最血尿？我觉得没有章鱼哥血尿。章鱼哥超靠北的。一往无前，威武不屈。红尘没有人欸。话说我的主籍，我的主籍就是在彭城。尔等必将无往不利。我的主籍就是彭城。倒墓的时候都会看到。这是我们应得的。啊，彭城打下来就有食物啦。何愁没食物呢？对吧？彭城打下来就会有食物了。别担心朋友。不行。哇靠。欸。这家伙不出来啊，这家伙不出来我怎么玩？恪守职责，恢复原样。妈的，打皇城略胜一筹，但是我要围城。心怀怒火，奋勇杀敌。关掉这台，直接打下一轮是吗？晚宫预设则屏息凝神。我去打农地，他这样行不通。让我上走。是啊，我姓刘啊，没错，刘皇叔也是我的远亲呢。我要靠刘家是皇族姓的。一往无前。开战！还不下跪？一鼓作气。对啊，我好像也打出我的名字啦。安迪烙啊，原地候命。眼派，我没有什么研究。准备伏击。我还怎么没动呢？看一下。好多人升级哦，孙允升级，无往不利。还有谁没动？哦，伟哥没动。哎，刚刚的大镜跑去哪了？该不会伏击我吧？嗯，等一下，我记得这边刚有大镜在这里啊。向前进去，没道理哦，这样不对哦。人跑去哪了？该不会跑去打我的皇帝吧？襄阳可以抢啊，反正慢慢来啊，可以啊。你没用加强，没用加强骂的打不到后期。休战对我们两家都有好处。抱歉，我方不能同意。没有啊，司马颖现在不同意啊，所以要停战也不是能停战啊。可以，伏击败露，我第一次竟然会打到伏击败露，但是也没关系。是为了大晋啊，什么匡复汉室，为了大晋他们就该是如此下场，职责所在。若我军还能再战，真是愚蠢的抉择。司马颖在干涉我胜利哦，司马颖叫母汤哦。这边也伏击成功，哇操啊，三国的伏击成功率简直就是顶天的高，哎、欸，太扯了！战锤伏击都没成功过的，你只要不是伏击派系，你玩战锤是不可能伏击成功的。其实我记得幕府将军那些也没有很容易成功，我七人那也不容易成功。快去！间谍叛逃，
还以为我有很在意他叛逃。向前推进，红城庙宇占领。憧憬胜利，今天一定可以破台啊！不要怕，绝对可以破台。现在这里归我军所有了。目标只有。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党给完结了，我们终于又破了一次游戏了，我真他妈开心啊！诸位猛士，随我征战，一鼓作气。总觉得又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，对吧？正在行进。我的军队茫茫多啊，没想到其实我也有14队军队，是1、2、3、4，哦不是啊，9队军队，我也是蛮行的嘛，养了这么多队。等一下，襄阳队哦，襄阳要抢回来哦，对哦，你们刚才说襄阳在这里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把它抢了。然后这边武威先抢回来，剩多少点哦？等一下我看一下。全力奋战，则战无不胜。陈俊在哪里啊？等一下，里面很多人讲话，没办法一个一个看啦。还是有些用处的。哎，赢了。同性相残，又怎能称得上胜利？赢了。如今四海鼎沸，尽是骨肉，血溅天下。海内纷争之际，唯有一人得以胜出。晋朝另立新主，国祚得以延续，但代价十分惨痛。投票明天投吧。虽天命有常，但世事无常，究竟能延续多久，亦是无人可知。天下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我不是职业的啊，我是业余的，所以如果频道还在努力想让频道变成当我主职业，但是现在差得远的，要当主职业真的是不太可能。后面要干嘛哦？不然来打线上对战好了。我说战锤。哎，库马西你有在哦，感谢你到场。啊，女武神，我还有44分钟哎。打那个射击版的黑魂，那我要先切掉直播才可以播欸。看数据哦，好啊。下班开台是啊，很累啊，我每天开台超累。我不知道欸，有好几款游戏欸，难道要投票了吗？不然我发个投票好了。120回合，经过23年，我们的司马伟，哎，我第一次玩战役，那个领主活着还有赢的，司马伟57岁，然后就赢了。女武神的就等星期四吧，没关系啊，这么一点时间，玩点多一点想看的游戏吧。把数据给你们看一下。不然我来发个投票好了，这就不要边缘点了，反正就一个小小的投票，我就把一些我想玩的游戏拿出来，然后大家线上投票。等一下哦，你们看一下数据，打个屁聊个天。哦，我发一下投票。接下来要用什么游戏混时间？来自灰烬，战锤，线上对战，还有一款是什么？哎，你们还说了什么？恐怖游戏是哪一款？叫做黑象棋，可是那打不完啊。黑象棋不好啦。黑象棋要打很久。
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然后还有战锤线上对战。XCOM 2，这个时间打 XCOM 2。不要拿正式节目啦，正式节目就正式的时候再来玩啦。司马伟笑得多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外交这里。没有啦，正式节目有正式节目的时间，就不要拿来玩别的游戏。我没有买人类祖先那款，而且那是 Epic 的，我才不要买。Epic 的我不买。好啦，就两款好了啦，你们挑一下吧，随意玩一下就好了，好吧？啊，拿破仑不可能啊，我装完就12点了。说故事有什么故事可以说？我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充满梦想的人开了一个 YouTube 频道，结果干做得很血尿，然后剧终。啊，我忘记说一是什么了。来啊，投票吧。Vote 一是来自灰烬。Vote 2是线上对战，鬼故事，医院。你们先，我觉得这两款你们投啦，其他不要啦。这是临时节目而已啊，挑一个你们现在想看的就好了。第一来自灰烬，第二线上对战，各位可以挑一下。没有 vote 三哦。怎样都不想看是不是？反正现在就剩下大概30-40分钟的时间，看一下临时节目。下一次三国要打什么，我会在社群发投票，到时候再去社群投票。然后明天的话，应该会播《战争机器五》，如果它可以播的话，那个战锤的 DLC 等它出。哦，我拿到战锤 DLC 的 key 耶，不过我还没办法播。哎呀，爽！可以等一下来做个影片。阿波该上班了哦，啊，辛苦辛苦，去吧去吧。好咯，投票没有人要投了，我就要公布答案咯。CA 那边他们的官方人员有在问我们说，我们觉得现在的那个史诗模式跟那个演绎模式的线上对战，我们感觉怎么样？干的，我等一下好好跟他讲一下。XCOM 2什么时候玩哦？如果明天没玩，就是周日吧。哎呀，我真的节目太多了啊，没办法每一个人都满足啊。假如周日没有其他节目的话。可是因为战锤 DLC 出的话，我也会先播啊，所以这礼拜可能比较满啊，有些固定节目可能没办法真的如期播，你们稍微不要那么急，好吧，不要那么急。
或许女武神时间也会抽掉，也说不定。好了，我要公布答案了，就这样吧。好啦 ,59.52 的人要看线上对战，那我们就来吧。啊，我们今天那个司马伟传奇战役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然后我们120回合成功拿下短期胜利目标，恭喜我自己。那接下来时间就属于垃圾时间本。是真接下来